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秋雨呢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啊。那本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期这个枪王牌位红包局的这么一期娱乐视频了啊。然后今天呢，依旧是跟上次咱们的这个阵容的一个二期素材啊。然后这场的惩罚是5个人都使用 GP 版本的 98K，然后可以开镜预瞄，但是在打人的时候呢，必须要使用瞬镜啊。这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操作啊，而且又正好遇到了这个供电所这张狙击枪。用着不是很顺手的一个地图，而包括说98K 都不能穿射啊，就很难受啊。所以说，上半场呢，我们还是打得比较被动的。不过后面呢，最后是赢下来了，而且打得非常的具有进攻性啊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打排位突然对面有5把98K 冲你脸的那种感觉啊，大致就是那种感觉啊。假如说不管用什么枪，只要气势上来了啊，团队气势上来了，那真的就是还是挺牛逼的啊。上来的话，对面打得非常的稳啊，应该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反正他们架点架得很特别死啊。上半场没有给太当保卫的时候，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机会啊。啊，不过呢，在这里呢，对吧？过年了啊，前几天秋雨没给大家发视频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，因为可能就是事情比较多啊，视频发的比较少，然后这个周肯定好好努力，好吧？不过呢，这个在新的一年里，还是祝大家这个对吧？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啊，么么哒。好的，那本期的解说视频差不多就为大家带到这里吧。后面呢就给大家看原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给这个视频多多点赞、评论支持。我开镜我也没打人，我开镜看看中路位置。只要打人的时候是顺就行，可以缩镜，预瞄一下可以。大口喷子，大坑，大坑一个。大坑他小妈道口俩，大坑小二道口楼俩，小道口俩，还有个喷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老瞄歪呢。哎呦，这帮人，我操，太稳了。林哥，我这老安全了，我一 A 一阴好了。明白。小道口，包就是在。哎，打你了。哎呦我操！小刀口一个喷的，你能不能给我让一个呀？包点是不是有一个？中路中路掉包是。战斗结束。哎呀，打久了。任务失败。完了。掉一个，小心他家。这个手臂的，包点儿，别包。嗨，他在 B 包卡点儿，不来了，他不来了。战斗结束。这太猥琐了，这个人。小心闪光。必要压，他不敢，他必包卡里点。手雷来了，大喷子打99打腿了，我操了！哎，刚毙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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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中路双架呢，小刀压了，小刀压了。还得看我了，4分钟目的，闭眼了，完了，小刀这死了。A 一有一个，刚 B 有一个。A 一，我操，牛逼！大坑就一个，大坑或者二楼口。上小道了，找飞二楼。飞他，飞他。大坑里，对。还有一个吧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就他，就他，就他，有骗吗？中路上来了，哎，了，中路一个45，A1 来了，
掉了，哎，我掉了，这路都换了个位置，我他妈没蛋了。他要穿你，知道你穿不了他。我，哎呦，烦他妈！他挂机的，他好像最近都在挂机，他挂着我直播间没动，就是免逆袭了。哇，六十！手雷来了！你是看不起我们这个居胜师徒吗？我操，他到头！哎呦我的妈，小道一个，你看，离开我不行吗？小道上来了，近点啊！你干啥呢？你在这？谁口一个？谁口一个？谁口一个？中上两个，中两个，中两个！哎我操，吓死我了！哎呀呀呀！杠 A， 杠 A 俩，快点凑！哎呀，他怎么走这么慢？三个，大坑俩，包点一个。A 区发现炸弹，漂亮！大坑还有一个。牛逼，高点！哎，穿头了。任务失败。差一点。炸来了！别大人多，别大人多！快跑！快跑！不知道我，你快跑！我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不是，你看我顺他。知道我，我打了个七十四，打六十七，进了。几个？俩，还有一个。必爆，必爆俩，必爆俩。小道跳了一个，包点。六十七的还没死。小道跳了一个，包点一个。包来两个，包来两个，包来散了，七十五死了，牛逼！哎呦我，这么溜吗？这么厉害吗？都在挂机，他没有开。下载已解除。他好像是他有两台电脑，一台电脑挂着我直播间的，我最近老能看到他电脑，但是他又不说话。受不了逼了，他们这把还要打。女玩家是露露，我第一次跟他玩，我不太行。不对，第二次，我们以前玩过，以前手雷来了，好几个赛季之前一起玩过。来到了，飞过去，飞过去，大炮。还有俩月了门下。小心闪光！我第一枪顺他队友去了。你居然他打我，我没狙他，小刀还有俩，小刀只有俩。包点了，大坑也包点一个。下弹已安放。哦哟，别着急，包点就一个，先到先得。就在包点里。我给他透出来了。可以。小心闪光。不是，咱是师徒俩吗？咱俩这他妈的，这四个人六杠六，六杠六，六杠七，六杠八，我服了。咱俩像个人家，骂我了。你杀一个，杀一个，我没了。没事儿，你稳吧。飞大枪 ，B 来了 ，B 来了。观察下打了九十，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废了。我废了。漂亮，飞扣，飞扣，漂亮，漂亮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他拉出来给我俩一起一块儿锁了，不是，你这个老稳了，你这个一点声都没漏，进步了，你在后边啪啪就过来了，人家一个直接枪，来我了，来我了，来我，我这号荣耀了，换一个，没事没事。